是真正的烦，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我站在你左墙却像隔着遗憾，抱着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然后再后悔着。当我听见下那个我没有十分确定，但是我很确定大家都听到下雨的声音。哎，你们每一场都这样吗？不是吧？我们每一场那个心态上都是这样，心态上都是这样。但是今天的风特别大，雨特别大，观众特别热情，是吗？哎呦，有一种回到家来唱歌的感觉啊！过瘾吧？真的很过瘾啊！因为我讲真的，其实很羡慕你们组团。你知道吗？你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嗯，那我学生时代其实一直觉得组团很帅。嗯，那个时候想说，哎，我们都音乐班，应该都哦什么乐器大家都会这样。我就说，哎，不然我们来弄个 band。啊，隔天的时候来了五个 keyboard 手。而且你也会写《时光机》啊，对不对？哎，你也有一首《时光机》。会有《时光机》啊。哎。所以我们都是看小叮当长大的，但我们有任意门，你就没有了吧？我就没有任意门了，因为我想，其实我讲的那个时候想，哎，奇怪，五月天写过这个歌啊，没关系嘛，英雄所见略同，对不对？是。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哦，我小时候是听五月天的歌长大的。来镜头，这个很合理吧？每个人都是听五月天歌长大的，对不对？举手看一下。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怎么样的，要开心呐、啊，真的，真的、哦、因为我的歌迷很多人都会说，哎，周杰伦是他的青春，其实五月天是他们的人生啊。哦，谢谢杰伦。哎，我讲真的，因为其实我很少听别人的歌，我这个人比较对音乐比较自恋一点。哦，哎，但是我就真的只听五月天的。哦。我们谢谢杰伦，今天一下飞机就赶到这边来。是不是？因为刚好到桃园啊，蛮近的。哎、欸，我下午来我都没走嘞，我真的跟着这个歌迷一样在外面这样子感受那五月天的魅力啊。真的。但是我记得你们其中有一场好像有唱到我的歌哈、哦。而且那个合唱的感觉好像还蛮大声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其实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假的五月天的粉丝，但是真的杰伦的粉丝。是吗？每一场我们唱杰伦的歌，哎，试试看，是不是？我先跟你说啊，给他们清唱，他们会吓死你。真的假的？真的，那个千里之外。千里之外。真的。有越来越小声的感觉、啊。我跟你说，但是，因为
因为他们已经被五月天训练多年了，这些人不能基本上背歌词的能力已经废掉了，没有第四台，没有大荧幕是唱不了歌的。听说那个前面有一个特别来宾想要组那个六月天，有吗？哦 ，J J 林俊杰，是吧？是，对的，这个已经不稀罕了。哦，对的，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讲，什么六月天、七月天的，对不对？是。我们干脆来组个周五好了，好吗？周五，周五，周一唱到周五，看啊！掌声鼓励！来个双节棍啊，怎么样？周五的第一首单曲《双节棍》耶！上段叫拒绝无数老板练练杀的双人将将一定是公务队长他们运动到练不散他们是我习惯从早就有路不烂什么的前门过门我的耍的有不有量什么病情就喜欢双臂棍路路带感想要去可能受伤缺少你更无感